哇，你这个没熟，但是我想再掺一个腿看一下，毕竟我蒸了快1个小时了都。然后那个卖我的那个老板说，他只要蒸半个小时就够了，他差不多就行了。妈呀，好像每一个都有点烂烂的，哎呦我的妈，好刺啊！我觉得它跟蟹肉棒吃起来的味道差好多，就是那个要会呼吸的那个什么东西，就那款蟹肉棒，还是这个好吃一些。我感觉还得再蒸一下，真的还得得再蒸一下，没多熟。来一对面包蟹，一公一母，公母搭配，干活不累。检测一下我们家面包蟹的肥度。都是高，太香了，想吃的，来个双击呗。今天斥巨资买了一个帝王蟹，都不舍得吃呀。先来两个腿尝尝鲜，俺们家老铁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啊？好，今天我们来吃小波龙小的龙虾，看一个，哇，好香的感觉，就是那种海鲜味十足。打开看一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都在喷水！哇塞，有膏哎，我第一次吃到有膏的这个虾，好好吃。哦，这次买的好好呀！哇塞，吃药膏。哇哦，哇塞，好好吃啊！你看，超香，我要不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下嘴了。虾香的，就是很好吃，你知道，我很喜欢吃这样子的虾。哎呦妈，割到手了，好痛！怎么剥嘞？来个大夜明珠，爆头里面的夜明珠啊！炸你了，有黄蓉吗？哇！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老铁们！眼瞅上来就要过年了，这大黄啊，又是一年，老铁们，感谢支持啊！简简单单来个大鸡排，哇，大不大？看着肉肉。姐，你哪来的钱？投你姐夫一个月的私房钱。这么大得多少钱啊？不多，2000个大米。家人们，我只要200个双击就足够。给就给一个。超级满足。给个双击。干这一锅熟的，哎呦我操的。要哭了都，这么大一个就这么点，看到没有？不是说就这么点都还能吃，它是关键吃的话，它就只能吃这一点，还有这一块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剩下这一块，捞不着吃的，多可惜呀！这么大个东西，
是不是？老重了，这东西就好像是你去买个大榴莲，都吃那么一点，外面那个都扔掉啊。嗯，好可惜的，是不是？最后的两条腿了啊，我是实在不舍得吃。别的视频我就不和你们要双击了，这个视频能不能给200双击？我老公说了，这个视频如果有200双击，再给我整一只。太香了。来两个巨螺。什么肉？来了，6块钱，8块钱这一粒。要叫我，我绝对不舍得吃，肯定的，对吧？我们吃扇贝肉，你关注我，我让你吃论斤的，你信不信？要不你借一个关注给我也行，我肯定让你吃到这扇贝肉。哎，来个大蒜。爆炒，爆炒，嗯，包饺子，包包子，哇，我很喜欢扇贝肉，这是那个鲍鱼，这家伙可是个好东西。哎，看到啊，上面来，大鸡排吃起来。这点辣椒油，哎呀，他给个双击啊！嗯，龙虾前面肉是最肥的。